正怡。大家好，今天要分享的就是 Tutu & Bo 的组合这一瓶花萃活肤露，还有花萃活肤乳。那我们偶尔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，这片不费力气的保湿面膜。这三组商品呢，我们最重要的当然是补充我们肌肤的水分，还要安抚不安定的肌肤，所以我们就是一组搞定。让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怀孕实验室看看吧 ，Go！首先使用智能肌肤水分检测仪检验大家的肤况如何。哦，看来大家的肤况都偏干燥哦，把脸洗干净，我们这就来实际看看产品的功效如何。清洁完来使用面膜。精华液稍微按摩让它吸收。这个化妆水里面有一些花萃的因子，它可以提升我们肌肤抵抗外在污染的保护力。接下来我会使用乳液，它有添加有机的草本精粹，都有经过严谨的欧盟的一些有机认证。好的，那我今天就完成我一整套的保养。在经过完整的保养程序之后，三个人的保水度都迅速上升了，尤其干燥肌的 Norman 最明显，简单三步骤就上升了 8.6%， 真的非常有效耶。好了，看到以上的测试，大家是不是非常好奇花萃活肤套组的价格是多少？这一瓶化妆水加上一瓶80ml 的乳液，赠送的市价100元的面膜要880元，市价5折的价格。订购方式有两个，第一个0800319054，我也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直接线上订购哦。就让我们一起用这一组保养品搞定这个夏天吧。